Montsome News Agency informs. 蒙古国总统巴特托勒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正式会谈结束后，双方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举行部分文件的签署仪式。此外，在蒙古国总统巴特托勒哈的国事访问框架内，蒙古国四级公司同中国企业签署合作文件。